大家好，我是文潇，又见面啦！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每日一字课堂。昨天明艳教大家用"爱"字组词，"爱"字都可以组哪些词？你还记得吗？今天难度要升级了，我们要来学习用"爱"造句。在 HSK 一到三中，关于爱有四个词：爱好、爱情、爱人、爱心。下面我们就用这四个词练习造句。爱好，爷爷爱好书法；爱情，爸爸妈妈的爱情像歌一样动人；爱人，他的爱人是一位医生。爱心，姐姐很有爱心，经常帮助身边的人。这是关于爱的四个造句。你还能用爱造出哪些句子？一起来练习吧。今天的每日一字课堂下课了，明天我们一起来复习爱。明天见，拜拜。